漫画，我圈的是画画，对着钢琴说话，别人在用修游记里面的飞机的 ABC。 我说我要一台大大的飞机，他却得到一台99录音机。我说我要听妈妈的话，长大后你就会开始懂得这种话。长大后我开始明白，为什么我跑到的别人快，飞得的别人高，将来带着看真的就能玩花。大家唱的都是我写的歌，妈妈的心可不让你看见，我的东西不在她心里面。用口中的舵握着她的手，把手牵得记得梦游记。因为过两天你会在场真正见到，你会开始喜欢唱流行歌，因为张学友开始叫我中文变。把手牵着一起梦游，听妈妈的话，别